对我而言走到这一步很不容易，因为我们对抗的是一个资源非常丰富非常雄厚上亿资金的一个团队，但是我们在所有团体所有人的一起努力之下，我们还是走到了这里。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谢所有高雄市民给我们的协助，以及所有志工无怨无悔的付出，因为有大家的支持大家的鼓励，我们才能走到这里。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走在这里，除了感谢以外，其实另外一个是非常非常的荣幸，我们能代表所有的高雄市民来说出高雄市民的心声。我想对高雄市民而言，我们就是完成高雄市民托付的一个算是代书，或者完成他们托付的一个行政手续的一个算是委托人。那我们会继续坚持继续努力的，一直直到罢免完成的那一天。我们现在二阶今天正式送进来之后，市选委会在法定必须在40天内要公告这个案子是不是过。如果说这个案子过的话，他有20天到60天要进行投票前的准备，但是我相信他应该会拖到最后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为什么讲百日罢韩，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启动，最快好吧，最慢100天内会完成所谓的罢免投票。好，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的程序就是40天后他公告完之后，20到60天的投票准备，好，然后再预计在6月中旬上下进行正式的罢免投票。这一次我们短暂非常快速的时间收集到55万份联署书，代表高雄的市民对于韩国瑜是非常的不满，非常的火大。那这些市民现在还要跟这些市议员到现在到这个关头了，你还要跟高雄市民来作对的话，我想不管是孙大千讲的我们灌水，到时候投票的时候高雄市民就会让你们知道到底是不是灌水。